金姑娘，请留步。你已经成为他的庶母，辈分有别，莫要僭越。你是谁？我乃暗宫的主人。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你一个外人何必多管闲事？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侯爷，飞白也有他爱的人了。放下吧。 在这个世间上，唯一无法选择的，唯一无法放弃的，是爱。如果人人都能拿得起放得下，这个世界又怎么会有遗憾二字？你一个永远活在黑暗里的人，又怎会懂这些？回去吧，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。适当的时候，你就会见到他。 我在这灯里放了安息香，睡一会儿吧。这倒是做了一场梦。谁说我不懂？我奉父命送你出去，但暗宫的走法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所以只能蒙住你的眼睛走了。 回首却犹豫，欲换休。这里那么黑，你一定很不习惯。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是连接光明的地方，那里才是属于你的。谁用眼泪融化冰川？谁用温暖感动眼？ 誓言随着遗憾无声的交换，而现实千百转。如果命运不曾欺瞒，现在你我是否圆满？终于我恍然，感情不应被嫣然，为时已晚。锦绣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骗你。 这段孽缘，就让我亲手结束它吧。父王在外面等你。 誓言随着遗憾无声的交换。